一台烧焊机，一间旧车房，一辆旧摩托，三个年轻人走向创业路。朋友们，这就是我们的开始。没有本钱，没有场地，没有设备，没有经验，没有生意，有的是童心，有的是合作，有的是苦干，有的是精神，有的是坚持。前面的路不知有多长，有多苦我们看不到，走了一步就一步，最重要的是，合则成功。陈先生您好，首先要恭喜贵公司合成机械工业今年庆祝成立25周年。我想请你谈谈你们三人创业的过程。这么快就25年了，回想当年，我们真的什么都没有，只有想出来闯一闯，拼一拼。没想到要面对这么多的考验，我们没有本钱，没有经验，更头痛不知道去哪里找生意。还好我们三人都坚持路是能走出来的，绝不放弃。我们开始时在朋友的车房做修理，各种生意都借，慢慢做起。当时为了买一台车床，我们三个人好几个月都没有薪水拿。后来找到了一些朋友厂商的帮助，增加了一些设备，找到了些员工，也间接到了一些比较大的生意，许多是我们没有做过的，还是大胆的接下来，才边学边做，有时改了又改，一直到顾客满意。这种痛苦只有身历其境的人才能体会。陈先生，听说你们三人都受教育不高，那是什么因素让你们成功打进国际市场呢？要敢，因为我们是要做生意的，不是去考试。只要能让对方明白我们要卖的是什么机器，只要能明白对方要买的是什么机器，价钱说得过来，生意就能做到。其他的只要肯问肯学，什么都能解决。陈先生，
贵公司庆祝25周年，您的感受如何？我相信不只是我们三人，所有的员工、我们的家人、我们的朋友都会感到高兴，因为这些都是得来不易。我想代表公司所有的人感谢这25年来所有陪同我们、帮助我们的厂商朋友们，谢谢你们，没有你们的帮助，鹤城是不可能有今天的，谢谢大家。